小朋友们好，这里是乐天玩具，我们又和大家见面了。今天我们和大家玩一个新的 3D 拼图的游戏。我们看看这里有一个大大的拼图是什么呀？我们看看啊，原来是一个水果摊。那这上水果摊上面啊，有好多新鲜的水果。有香蕉、苹果、葡萄，还有西瓜，好多好多的。那我们现在就把它拆开，大家一起来拼一下吧。先把它拆开，另外一张。这个是一个屋顶，上面有小孔，把它弄开，一个小洞，这个也是的，一个小孔，这里还有一个小孔，这里呢？27在哪里？27在这里。18在这里。29。
吃。27，还有26。这个上面没有数字，23、22，24、27，这个49、46。41、42。41、42、43。44。15、16。
50。49，这个是葡萄。39。这里也有一个小的可以打开的，这是56。这个香蕉是挂在这个上面。44，一个大树。33。21、26，这个26还有3。
和他是在一起玩的。塞呀！把它给卡进去。掉下来了。20。
漂亮的水果摊就拼好了。看看这里有好多的水果，还有水果树，上面还有一个风车，还有一个烟囱。这后面还有一个电话亭。还有一个小栅栏，一个小门。可以把门关上，也可以把它打开。真好看，就拼好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播放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再见吧。喜欢我们的可以关注和订阅哦。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